开心的时候，就看到粉丝在下面这样子。哦，记得对，石门水库开。上台前我有检查，因为上台前我先上厕所，然后就检查有没有拉，对，然后在台上就是跳跳跳，很开心的时候，就看到粉丝在下面这样子。哦，记得对，石门水库开了啦。对，然后我唱到一半就这样，喂，然后我就吓到了。你还想好作品要讲什么？没有哎，但是我就是放松，放松就会自然就有话进来。我相信就是，啰嗦之神会眷顾我。唱破音的时候，你爸爸也站在最前面，后来就慢慢的往后走。真的吗？我就想说，他回去会被爸爸骂吗？就说难得这种表演怎么会？他是不会骂啦，但是就是会说你怎么了这样子，会关心一下。父亲不是走那个动作暴力的，比较言语暴力的。他同。